等拉呀，等拉，没事，我跑着嘛，无所谓。哎，现在是谁没有进团？黄，你干嘛呢？我等啦。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在我们那个网吧，古今记得不？没等那个男的二叫等什么？啦，为什么没在主里面对，那个人叫什么？那个牛头战士。牛头战士。对，人类战还牛头战呀？就那个大佬，我们看他打过老克1%灭了。相似爬树，好吧，人家是个格区里面。哦，是吗？对。我们网但是吧。他是在最终幻想网吧。不，我们在古今也有个网，古今有一个有一个8/8T3的一个无畏套的战士在那 farm，然后他们拿世界 buff 去打老克，打的只剩一滴血，1%灭团。打科尔苏加德，他妈我亲眼线下看见的，当时觉得这个人好强啊，好屌啊！看他感觉都是他妈有一股气场，对，就那个人虽然坐在网吧的破旧板凳上面，但感觉从那个板凳上面升起了一道神光，太牛逼了。然后书记拉一下，书记拉一下很高兴。搞事，风中摩哥，我操！哦，我去了，赶紧起。拉垮起。刚才飞机去的，石云峰回来没有？你在跟着我跑什么嘛？你跑不哦，过去，现在就你渔露露，夫。你赶紧回来呀！牛排还救人吗？你在干嘛呢？我要去换一个钥匙。换啥钥匙啊？就2个豹子了，赶紧的，赶紧的，别让大团等你。捞捞捞！这样现在都改不掉。是的呀，你怎么电死过来了？我跟你说，小老虎他们那些臭毛病都是你给惯出来的。来点门，点门，点门。抓抓！8-3拉一下，8-3和8-2拉一下。点那门别取消。9.0会去玩吗？关正式服好久都没玩了，应该不你会别玩在了那吧？什么？最近他妈云对，顶有拉一点下上四瘾，二吧。应该就玩玩怀旧服吧。9.0不知道，看情况好吧，看情况。8-3还没拉到。看他妈有没有好朋友回归吧，有他妈玩魔兽的以前的好朋友一起。去玩可能去玩一下，就他妈自己单独去玩有点不太想去。魔兽这游戏关键看他妈有没有兄弟一起能去玩。现在有主喊皮。TBC 我必玩，如果怀旧服开 TBC，我他妈必玩拉满。TBC 就是我真正意你义拿下上路玩了，这个游戏玩的最多的时候就是 TBC，太然他后你妈可以臭拿逼下一好星玩二。了！TBC 比60级其实好玩很多。对，70级我如果是开70级，七十八二我上路。直接起10个盗贼哈，直接他妈一次性10个盗贼，谁他妈先拿到双弹刀就玩哪个，直接起十个哈。蛋糕，对，直接起十个蛋贼糕哈，凤凰拉满，弹刀。但不要双蛋刀贼，糕，凤凰无所谓的，77，好。巅峰就是 TBC 吗？也不是，好吧。其实80级也他妈好玩，80级也好玩，很好玩吧？80级是他妈 PVP PVE 的双巅峰，70级的知道你没 PVE 还他妈差一点。80级是真正意义上打本，他妈也有难那度，就过来。而且收益高，而且80级竞技场也可以玩。第二个玩，70级可以说是 P 给到竞小技豹，场的巅峰，给到但小豹，80级的竞技场也还可以，同时它的副本达到了巅峰，来站岗去喝了。每个副本，85，然后全团的 DPS 爆掉对，也喝了，什么 ICC 什么他妈，哇，
巫妖王 ICC 米米尔龙奥杜尔这些副本他不经典吗？星星拿个骑士能放着啊，能放着找星星拿个骑士放一下。冠军试炼，对，冠军试炼，冠军试炼巨好玩，我操！25人 H 冠军试炼，最后来个大虫子布鲁坎努斯，我操！抱着装备巨香，你无法想象多香。大骷髅，大骷髅，我去，滚休息。给米雪6-5配个小势力，6-5/5-3小势力给一下。对，十字军试炼，然后打十字军50枪，给6-5开了一逼。OT 组去哪儿啊 ？OK， 来火把过去了。不要贴门走啊！不要贴门走。从中间插，从中间插过去。没有理由的。那上满过去干啥？啊？不知不觉的放开你。我们都没有的勇气 ，baby。I'm sorry, I'm sorry。因为打这个 boss 的时候，第一轮杀神暴之前，近战最好先肉搏攒一下怒气。然后盗贼的话，四层点燃这个必杀的，然后控一下抽。在强点燃太恶心了。然后近战的仇恨高的时候，去左边法师组那个方向吃一个杀神爆，把仇恨清零回来，然后把爆发系统开了。你现在也可以开。真的别让他下地啊 ！DPS 爆了。他妈的小虫都被叠完了，我吐。路上应该还有，就冲过来。来准备，那边的法师上吧。法师上吧，法师上吧。怪三，你不要被喷啊、哦！我先再给你说啊，你能刷到血就可以了。来，欧普波走，欧普波走。来，法师斗，法师斗。上满过去，普通给一下啊。脑子强到了，不好意思。先试一下，然后再往右边移一下，欧普波。往右边移，往右边移。你仇恨太高，放仇恨，现在放仇恨。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上了，走，可以上了。太轻了。来，走，法师，法师走，法师走。调的是这个手可以啊。大朋友，遇到对手了啊！来，准备3、2。走，老师走。我他妈，我来打 OT 组，不是我的一逼，我这个仇恨，又他妈是我的，给我续上，给我续上，不要断。放仇恨，放仇恨。3、2、1，走。近战先退一下，近战退一下，主体被击飞了。好，回来了。千年不提。现在仇恨的清战，把那个死怨和冲动开了。3、2、1，把速度走。上下不平。放仇恨。这波要把蓝卸干。放仇恨。呀，我这号没有唤醒，我他妈的。哦，激活了，牛逼啊，马飞！走，法师走。别去猎人的昏睡。呀，老子64K 的仇恨，谁能 OT？ 我操！放仇恨啊！3、2、1，法师准备走，还有40秒，还有40秒。争取把他压下去，30秒，反正是。近战退一退，近战退一退啊！把他推上了。来，下一个题跟上，下一个题跟上，子夜，子夜去大饼，去大饼。
奥古珀疯狂的来青蓝组这边送仇恨，防爆了，法师不用跑了，法师不用跑了，刷职业血，开个盾墙，盾墙交了，下一个 T 霸气啊！吃瓜，注意去正面吃个三字炮，吃瓜，你不吃你也要死，吃瓜，去正面吃个三字炮，方块那边。尽量退一退，尽量退一退，退一退，退一退。好，黄暴接到了啊！我要两个 T 起支，霸气霸气转过去，开气人开气人，霸气，别死了别死了。好，只留霸气在那边啊，其他 T 回来。来注意脚下，注意脚下的石堆。哇，血晶虫之壳 ，nice。哎，他妈的，这个东西是我要的呀！我还忘了这个玩意儿了，秀啊 ，baby！ 这个是我他妈要 PK 有用的东西。老一的装备，那个林北来秀一，林北。石化小虫，来石化小虫。哎，这个很香呀！这个他妈的有这个，这个出了还可以，有提升了。我知道你是攒起来的，清一下仇恨随便攒啊，躺在地上攒个鸟啊！石化小虫，有人要没？呀，我不想死，怎么办，兄弟们？啊，送了送了。这是近战的打公主的神器哦。我有石化小虫呀，帮忙 G 五百石化小虫，来嘛，冲冲，嘣嘣！一会儿你们飞机的，飞机的一会儿密我打一二三四中进组，石化小虫五百到手了，石化小虫我有呀，我有石化小虫，我有二。哦，有人要要啊，有人要要，飞机去了。打一二三四进组啊，打一二三四进组。还两个，一二三四。还有一个小软，还有一个老小克，我就要这个小克，这个很重要。现在五百，你先进组。对，现在五百，你要要的话就出价。我要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是直接的提升被吞噬者的皮肤。来六百了。这个很关键，这个直接加七点法强，然后呢加他妈十一点耐。啊，一二三四啊，密我的人多了，我不好组。被吞噬者的披风，你想看一眼我法师的装备是吧？可以给你们看一下。怎么说？就差一个披风了，就差一个披风了。我插件多久没更新？很久没更新了呀。我一直都没有在这边玩过这台电脑呀，所以他妈的要去弄一下。等你下播，我帮你。你们就自己打一二三四清楚就行。对，这个腿可以换暴风雪腿，但是 T2.5 打全程其实也，就是黑暗暴风雪确实有，就法师的 BIS 确实是 BIS， 但是呢。天然暴风雪从综合性来讲的话，我觉得他妈打全程没有他妈神秘腿好，打全程感觉神秘腿他妈更屌一点。就如果单体 boss 肯定黑暗暴风雪厉害，但他妈全程天然暴风雪他妈有回蓝呀，智力又高一些。石化小虫现在2900了啊，石化小虫。戒指要世界 boss 掉落的错了，这个版本法师的 BIS 戒指就是这两个堕落神明加混乱琉璃。五啊四，我不喝三。这版本法师 BIS 就是这两个戒指啊，不是心灵之类啊，就是混乱琉璃，混乱琉璃加这个呀，这个两个就是最好的了。对 ，T2.5 综合一些。
然后还你说飞速要提升的话，这个可以换的，奥数精准可以换一个岩石怒火，但那个任务太麻烦了，那个他妈要干，很累，算了。P 五毕业了呀，我法师、盗贼跟狂暴战三个基本上都毕业了，盗贼是彻底毕业，一件都没有了，法师跟狂暴战可能还有一两件，那么略微有一点点提升的东西。错错安威士长袍，这些东西不是很受欢迎的东西，我就加速拍了。这两个东西要的赶紧说。错错安威士长袍不要了，不要了。哎，三百。我大号呀，我大号战士韦小宝是那个是黑虫哥，四三二，找谁交易啊？来是个说明腿，说明腿五百。你知道吗？那天我研究狂暴战这个版本，就是现阶段 BIS 的腿配装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英佛战呀？错。那什么？是他妈的太太，说明腿五百，还有什么要吗？满 buff 是泰坦 ，BIS 配装是泰坦，是他妈 BIS。你如果算满暴击，肯定泰坦。半年暴击基础太差了，因为你这个版本换的，说明腿五百都是装备都是把你换掉的。对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。你满 buff 然后买两个医保的话，就是现在狂暴战你们都在说不要命中，对，确实不要命中，是鉴于你在没有世界 buff 的情况下，你在满 buff 的情况下，你暴击溢出太多了，你必须要靠命中去拉你暴击的防阈值，你知道吗？要把你的阈值提高。我前面掉线了一次，我基本上算下来最合理最完美的配装你大概是14命中，你这样你的暴击可以到 40%50.6%，然后满 buff 的话是50出头一点点，我那个号的配装，就这样就比较完美。全部被欺凌了，前面掉线了已经。前面好气啊，一个放弃满 buff 更不需要命中，你他妈的不会玩游戏兄弟。还有个虫子。狂暴战的暴击上限是34.6%还是多少？加上你的面板命中等于你的暴击上限，你懂吗？那我先给你吧，先给你。你他妈满 buff 50%的暴击，你的暴击上限就你没有命中，暴击上限34%也是没用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选一些高质量的命中装备，就是不会损失太多其他属性的一些命中装备，让你的命中上限跟你的暴击满 buff 的情况下正好持平的同时，你不损失属性。我已经研究出来了那一套装备。这个是一圈，现在一圈还没能出价。战略贼木的 T2.5 换斜肩的啊。那个贼哥不知道他有没有分配权，你点他交易试一下吗？先把我拉过去呗。露露，你拉我一下。没有你，这里我直播间主要还是撸啊撸，那个观众多一点，吃鸡什么的。魔兽专业的不多，其实这个不叫专业，这个他妈的就魔兽玩家都肯定，你只要是个魔兽玩家，稍微玩的久一点，你肯定都知道的，知道吧？真正专业的是那些就是很多很多的细节，每一波怪怎么处理，各种各样的这些。那个泽哥，你去交易那个六钢筋，试一下有没有分配权。我不赚了 ，OK。这你要你出下啊，你出下、啊、还没倒数的。有分配权，泽哥有分配权。现在是两。裤子交易了没？没有，我去拿了。2100啊。小鱼那个东西倒数完了，那个东西倒数完了，倒数完了你不能出那个价的。这个火伤确实还挺高的，他妈五十七点，对，是真的挺高的。这个其实评分很高，你知道吗？对，这个没办法啊，那个倒数完的东西就不能再出现了。
魔兽开 TBC， 我觉得回归的人应该挺多的，因为毕竟 TBC 是巅峰，而且 TBC 这个游戏的可玩性是无限的，你懂吧？就是像六十级，你打完副本没事做了，现在野外战场什么的也没有什么太多人想玩。但七十级不一样，你打完副本的一切是为了你打竞技场而做服务，你可以无止境的打竞技场，就太巴适了。最近出的那个原神那个手游好玩吗？有好多人在给我推荐呀。他是个，就是很独特的游戏。什么意思？就是第一，我听说他是可以氪金的。是的，对啊，他是氪金的。那他妈我不是拉单机？他只能说那个大满三千了，你要不要？平时全是单机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他所有平台不同。能不能打到妹妹嘛？就装备牛皮有没有？妹妹啊，哥哥带带我，有没有？恐怕有可能，有可能。他那个组队就其实就四个人组，而且组队打副本也不是说主节奏还是在四阶段。但是这游戏的画面是比较亮。现在说实话，已经没有什么哥哥带带我这种。是的，现在游戏里的妹子跟我们那个小时候玩游戏的妹子完全不一样了。你要去换的话，对，感觉那个时候的游戏的妹子好软啊，现在的都是哎你妈逼啊，对，这个东西我要，哎你在打鸡巴呢？其实现在妹子都特别暴躁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别搞，来吧，是吧？呀，就只有两个 boss 了，我氪兵超能是不是有点过分呀，兄弟们？太过分了。但人有时候就是他妈的很过分呀！四三，卓越巫师之友，卓越巫师之友，有卓越巫师之友，谁有啊？卖我一朵。哦，骨牌的神，职业。哎，你等一下，把那个法系的万能也拍了吧，估计时间也快到了。这个卓越巫师这个多少钱啊？来法系49分钟，给个50金。打的不慢的，打的有点。再不然占别人便宜，不能占别人便宜。买个50。有了，封点。都现在2个小时还不到。现在在拍那个萨法苏德的万能哈，拍完这个我们该打了。对，而且他妈的这个是在副本里面，讲道理好吧？就你平时去那种风景区买东西，肯定比外面贵一点呀。果汁，一二三四六对视力，一二三四六，视力赶紧补啊！有大暗抗的巫师帮忙补一下大暗抗啊！我操！我没有自然抗怎么办，兄弟们？补下七八队就可以了。呀，我自然抗喝完了，怎么办？假装无事发生，好吧？好了。暗抗也喝完了，呀，一瓶都没有。给二杠二补一个小智力。把战抗先喝了啊。二杠二补个小智力。战抗先破杯。我替代1900。谢哥。1900老鼠。五。四三，有了，哥有了，去，有了，这小的，有了，稍微图发微公屏了，啊，有字，看一下装备，可以给你们看一下吗？我之前没有那个，我之前没有这个戒指的时候，我是穿这个头的，现在有了就穿蜜头了，正常我是这么穿的。但现在有了就穿蜜头。有没有人看不到打不开图或者是手机上的、啊、对，气没有分到位置的就同桌跳舞。你们四个 T 把那个震动猛机器人全部给我拖出来，然后 PI 阶段的时候你们看见了大眼啊，看见大眼第一时间凑上去，然后读条的时候先用震动猛机谢谢王室的火箭，谢谢王室，谢谢老王的火箭啊！现阶段奥古珀你占12点，然后职业你占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春次集中68的装备，我换一个这个就81的装备。占1点。我拿个小克的披风，我的装等就81.5了。图那个站位没问题了哈。
我这个法师装等真不低了，兄弟，我这个法师装等怎么可能还低？哦，我这个法师装等拉满了，哥们儿。怪哉的位置在十一点，大象迷大象的那位置。那都有马吧？只有克苏恩是可以放开手脚打的 boss， 根本不用担心 OT， 你们懂吗？来，再点钩。打克苏恩，我想想带什么收益最大？带比斯之眼吧，还是短暂的？我点错了，点错了。管他吗？对他妈，这个是没有收益的。在外面罚站啊，兄弟！你在外面罚站，有红光的时候进去让红光扫死就可以了。而且你戴眼睛，说实话，假如你没到，就是就没抢到点燃，收益就太低了。嗯。不，肯定不带思维啊！思维他妈五分钟 CD 啊，肯定带短暂呀。对。带思维肯定套用。P 二极限一波，反正是要。对。带思维最香的是什么你知道吗？要他妈把韩剑叫来给我他妈开思维的时候给我来一个那个来个灌注。哦，不不走。来到旁边上。哎，我是在什么位置老子没看，我炸了。破甲打了衰点。只要不是就没有十嘛，没人就行了。你找个位置吧。每个人站好自己的位置啊。上马现在别进去给图腾，等那个有红光的时候把图腾给到那圈里面去啊！现在别进去给，差深一点吧，让图腾差深一点吧。点燃是别人的，妈的！你又在开？看一下点燃是谁的，纯金寡妇，这个点燃他妈的炸了两万二，我操！还在炸，这个点燃维持到现在了还没断。出去就在你脸上，红光十一点，准备跑。小罗是被碾死了。我没有被碾死，他死了。被谁碾死了？小罗是。我没有被碾死，我没有被碾死。两百金法官，红光少死啊，碾死人都是两百金法官啊。上来现在把图腾给在了一圈里面，然后跑一圈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去，在红光结束前就得回到自己的位置啊。把小垃圾处理一下，那些小处。呀，老弟，一个点燃都没成功，多打一下，裂开了，多打一下。近战的那个战抗掉了，赶紧补一个啊！因为你们是双两两站位。舒淇，你换血。舒淇，你呀，老子一个点燃都没吃到，但看 WCR 我这波伤害应该可以，我暴击不少。法师看见那个小眼毒条的时候再打断，别打断早了，打断早了有毛用。红光五点，红光五点。上来一起低人数，帮我打断一下。五点钟有一个小眼，处理一下。五点钟的小眼处理一下。我他妈要开始挂机了。还他妈想喝水，喝他妈六点。三点钟起喝。Nice 呀，有个德给了我个激活，太香了，宝贝。掉了。我太爱你了。瓦兰没控好。刷大树的时候啊，上去近战上去慢一点，法师丢魔杖就可以了。皮老师和大朋友，你们两个人处理六点钟的。纯情脾气你们两个处理五点，然后饼哥叫我新哥你们两个处理七点，六点就是我脸上这个对吧？处理三点，然后私心处理九点。我吐了。现在有没有散户？有没有散户？
有账户是吧？等一下啊，不着急，看一下账户是。呀，他妈让我来守门，我打不了大怪，他妈打不了输出，我炸了。巫师只有三个了，哎，治疗够了，再付一个棒棒鸡吧，再付刚棒棒鸡。黄毛站把北场的那个小眼处理完，再过来打大叔和大眼啊。你不要一直在这打，就是打完了要回去。我知道。把那个眼门的那个眼睛发在这了。哎，我进去了，还可以，我这不进去了。还有四秒，法师没下好。还有一只，还有一只，要打掉吗？露露，你负责。哎，里面一滴血，里面一滴血，怎么说打不打掉？团长不叫吗？里面要不要打掉？要不要打掉？分两个上满，瓜皮，你去九点钟，对，就在这边，对。然后皮牙，你去右边啊，去右边帮忙打断，然后给法师刷下去。来，全 boss。上满去六点钟，插图腾近战也去六点钟打，后脚给一下。团长不说了吗？我吐了呀。精灵之火，选择。鲁莽诅咒还没有啊！鲁莽点燃也他妈没抢到，我炸了。露露，是不是你的鲁莽啊？哪个法师的点燃啊？怎么还没跳起来 ？SCP。回到北场，速度开始换血，助理六点钟的小野，赶紧换。有没有打到一半血啊？何叔，插件出问题了，打到一半，血量都看不到。可以了，确实还是挺棒的。来，近战先把北场的小眼处理一下，先处理北场的小眼，狂暴战。书记，大眼负责给一下语言诅咒，这露露让他上个语言诅咒啊。我们都在里面。他们两个在里面。两个出来了，你们两个七层的五层，六点钟我看一下，皮皮，你去帮忙处理一下六点钟的啊。漏了一个火球，信哥也帮忙去处理一下六点钟的，猎人数是三九点。打掉，里面打掉。他妈的，我要你教我，老子不是一直在那打断吗？去蓝场打，上来跟到蓝场去给图腾。来，说了治疗打，说了治疗跟他打。哎，我是很急的，我操！呀，打了个他妈六百多这个抵抗，我操！打下来啊！一个暴击没有，被搬开了。不要旋风斩啊！不要旋风斩，旋风斩没用的。哇，这轮这个纯情寡妇这个点燃抢的太香了呀！被吞噬者的披风，毁灭加痛苦。我操，毁灭加他妈无尽，又他妈差一件毕业，很烦。啊哈哈，尿尿。查记录啊，要不要查记录，看几个死红光、啊。
嗯，我这个插件出问题了，完全看不到。接着拍装备，来，法系的副手，法系副手，小软，等一下啊，等我拍完这个东西，看人有没有人要当主手，有人要主手咱们就打呗，没主手就不打了，不要主手就不打了。那谁个打呢？去了，大概率是要打了。因为除了副手，你是被喷出去的吗？啊？什么真能躲？信哥5500，信哥5500还有人要没？5600。你他妈有啥 buff 可以拍他宝？有啥 buff 可以保你？哎呦呀！刚刚说这个给这个妹子上一课，结果妹子5500就屁了，太离谱了呀！等一下吧，把这个拍完。牧师凭什么买这个呀？啊！反正我不拍了，不打小软我就回了。等一下吧。等一下，我问我，我现在有倒数啊，也有可能是代牌，应该是代牌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哦，没有红方形，应该这个波士的输出，你哥打的200000吧？啊，我看一下啊，双腿，你看有人有没有人要？双腿有人要，咱们就打小软，没人要的话就不打了。我要革命金。嗯。哦，就是妹子拿到的。别怕打不掉啊！咱们这个配置，你们只要有人有需求，这个配置随便打。妈搞事！铁老师要吗？你不是有吗，铁老师？我没有没有。啊。我不要，我有了。是我。那就算了啊，没人要就算了啊，没人要就不打了，因为那个成本太高了。来，毁灭无手。他们去哪里了？他们在哪里？毁灭无手了。你要死出去，要不就等他。先别回去，先别回去，卡得很。先别回去，卡得很，二哥。真的是。先拍完东西咱们回去，是吧？能这里氛围又好。毁灭这个毁灭是必拿的，全版本毕业的。嘿，要是带我们去打一下新树呗。这个是最香的，我暂时看到这个的时候，直接差点就他妈喷出来了。我暂时第一次见毁灭的时候，人差点喷出来了，你知道吧？6000广告团，6000也他妈太穷了嘛，兄弟们，要不要？也太穷了吧，好歹也他妈1.5吧。哇，我真想抬一手，好歹也10000以上吧。对。这一期，错过了就要等。来，七千一，这个东西爆率巨高。
的。这个东西我已经，我不骗你，我连续三个 CD 已经见到他了，三个 CD。次次有。对，次次有。小客那几天皮肤包都差不太多。我抬一手干嘛呀？我抬一手就算 OT 了，其实也无所谓。但是我他妈去恶心别人干嘛呀？他们跟我又没仇，大家打的其乐融融，打打打。八千一还有人要吗？有没有竞速团介绍？有啊，那个叫什么梦醒？梦醒。梦什么？晴天的晴对吧？什么时候帮我摸一个？可以这周。这个兄弟上次让了我。八千，八千五，啊，兄弟们，直接锁喉，气魄，男人就是要蔑视苍生，蔑视他们，锁他们的喉，直接他妈两万。之前上个 CD 我的战士号跟一个 B。跟一个 B 抢装备，一个这个烂项链，别的团三千五千斤，我跟那个人搞到七万，最后我 P 了，我 P 了，那个人太离谱了，七万，我怕他是抬价的，你知道吗？那可以，一万五买七十就可以，走，这个项链可以了，本来就是那个项链，走，七千就算他妈高的了。对，拍到七万了。不是，我不是怂了，我是怕他是顶价的，结果后面发现不是顶价的，我就后悔了。要不要去哪多？哪多给五手，打完一百呗。我暂时缺个副手，对对对，缺个奈夫。是。BW 从开到现在没有见过。二。这么惨。对。BW 从开 BW 第一周我就进了，所有 CD 一个不漏，到现在为止没见过 Life， 太夸张了。我来，这个是叶少谁得？加点五的头啊！聪明斧二点六的速度跟高度不配，我主手高度，副手耐斧嘛，2.8到2.3就很香。高度其实挺香的，高度其实挺厉害的，因为高度。高度那个 DPH 高，你知道吧？他用来毛伤害什么的，双持毛伤害旋风斩打得通一些。还有灵魂石，是不是你给我？高度作为辅手是很屌的，作为副手说实话。哎，不是不打小人吗？到底打不打呀？因为你的灵魂石一般都是留给自己。没有，副手快。我前面先练了，车的位置就有伤害。不要解释。太阳，真的是。打，那这次就出了一万五，就相当于重腿的价格。我这个法师是专门搞来打本的呀，我是不怎么会玩法师的。怎么说？等会有没有水友想挑战跟我 PK 两把的？怎么说？有没有？给你们看一下什么叫他妈游戏天才，好吧？就他妈一个职业可能就玩个几把就很强的刘某，前面挑战一下我。就二根门口，我去洗个天赋给你来两把，让你知道什么叫做飘逸。我操，我就是这个亡灵，魔兽世界最帅的角色，他妈就是我。你给我呗。如果在魔兽世界里面，我就是亡灵。谁 PK 了？杀！处。好帅呀、啊！我退下队了，阿信。好，你要是个巨魔，你就感觉不出来了。对，要不要我？不用，我自己拿过来的。
哎，他妈这种职业玩家就不要来好吗？这个他妈菲拉诺这个逼贼厉害，这个人他妈职业的，这个逼把那个葡萄棚都打晕了。那天我在那看葡萄棚直播，你知道吧？葡萄棚是法神，然后他在那把刘狗心刘老师不是刘狗，他把刘老师心态都打崩了。那投一千是吧？来，先倒数，咱们传双子往回走啊，传双子往回走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这任务显得可以啊！哎，快点呀，派盾呀，我要盾呀，北北，快点派盾可以啊！这个是战魔法术的，战魔法术的。战木法术 TI 点五头，一万斤一把不接呀、啊，没有他妈就两千斤。不来，不跟菲拉罗了。这个人很，这个人法师内战的神。这个符他妈七度军都打不过他。这个人是这个符打法师内战最强的了，也收了 king 好像法师内战他也没输过。盗贼可以，可以，他妈小盗贼还敢来跟我打，呵呵，我他妈谁都不会打，我就会打盗贼，因为我就是玩盗贼的。七都军法师内战，我看没有菲拉洛强呀、啊，菲拉洛要强一点，七都军法师内战没有菲拉洛强。菲拉洛是我看现在就是法师内战最厉害的。战魔法术的头一千一了啊！来，下来点一下门。安哥也很厉害呀，安哥也很厉害，安哥是厉害的。战木法术，安哥跟我安哥的头一千一，安哥跟我属于英雄惺惺相惜，知道吧？对吗？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最早我玩贼的那个时候，那个时候在黑石山，我跟他大战了三个小时野外，就我跟他单挑大战了三个小时，我先打了他个6-0，然后又被他打了我一个6-0。是最离谱的，打了个他妈6-6，我操！我去上厕所啊，那大朋友你给他们倒数一下。哎，好。能不能玩点别的？等会儿啊，等会儿就去下棋了。我们把本打完，把装备拍了，我们就下棋去了。什么东西飙到他妈19000了呀？哦，1900是吧？我操！4-3-2-1，我真没编呀！你们去安哥直播间自己去问呀！我编他妈6-6，就是哎，我只要厉害就他妈是假的，我只要瓦就是他妈真的，就我只能瓦是吧？我他妈裂开了呀！愿圣光与你同在。要买什么东西吗？哎，太瓦了呀！
那我搞什么嘛？我他妈还玩魔兽世界，我去玩条蛇好了，他妈的，他妈耍蛇蛇，哎呀！数据结算了，肯定结算了，告诉你，告诉我了是吧？嗯，告诉完了。你能找到打得过孤舟的法师，我倒立老干妈洗头在双手奉上5000斤。能跑的最好。他在不在？你们骗还中不中啊？舒适的骗，林北、老虎，还有舒心。他在线，我找个人跟他打。我没了。那个红果可以拉过来，他传错地方了。如果我找的人输了，林北拉一下吧。林北有吗？舒心，我给你5000斤。萨满现在有没有不能诈尸的？该怎么找吧？来不来？不能诈尸的萨满扣个一呗，我给你们绑个石头。哎，孤舟在。没有诈尸萨满，哎，赶紧说一下。等会儿 PK 不？是给你们绑石头。可以。来点一下门。他妈菲拉洛不在了，我操他妈的！菲拉洛，快点上线，菲拉洛！菲拉洛上线了，快点，菲拉洛！再拉一下吃瓜，4-3。没有马的，没有马的，给拉一下。有马的。菲拉洛，快快上线了，上线了！别看直播了，上线了，他妈赚钱了，菲拉洛，速度呀，菲拉洛！现在叫什么？现在叫他妈魔兽世界经纪人。那个逼是孤舟的经纪人，我是菲拉洛的经纪人。你妈！赚钱了，来赚钱了！再拍一个东西啊！再拍一个动物园来。可以搞。我这边选手就位，没有他妈孤舟，我都赢过孤舟一次，好不好？我都赢过。兄弟，所以我肯定信菲拉洛。盗贼版本毕业的腰带啊，版本毕业的啊，大版本毕业，下版本都没得换的东西。完了，又被捡漏了，所以消费能力太差。啊，3000无尽痛苦啊！这个他妈逼盗贼直接，盗贼拿到直接一个装备栏直接抠掉，你知道吗？就那个穿上去之后那个装备栏直接抠掉了，就不用考虑了。来找星星拿一下毒囊，这是抠掉装备栏的东西。呀，我出个5000，哎呀，我出个5000。小老师5000，哦，那就待遇有到5100。不，这个东西5000斤以下就真的离谱。来找星星拿一下毒囊，好吧？一会儿你们要中毒的时候自己解啊。我20000拿的呀，我这个腰带我贼是20000拿的呀，20000拿的。T3不换。T3是不换的，我研究了盗贼的配装的 T3也不换。那个猎人术士也可以找我拿毒囊啊，可以。现在 DPS 毒囊拿了没有？别再跳了啊！卢布斯毒囊解毒用的，解毒用的。哎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我操，我们这周竞速团可以。他妈周末下午2点打叫的他妈现在世界第一竞速团的指挥来，牛逼！我操！我他妈要做好准备。
他妈在这个团里能打个第一就是荣誉，你知道吗？把导言换成两级的导言啊，不是，导言换成两级的导言。爸，我先刷一下。对，爸，我先刷。欧陆不杀。对，路布斯的指挥就是路布斯的指挥，现在世界竞速第一的那个哥们儿，就只差那个指挥，这次来带我们团。解读。周六吧，周六。怎么了？拿完了吗？周日，周日，周日。报不起一下三四队的耐心。我能打第一个锤子，我战士号，从我他妈玩我战士号开始。玩到今天，老子我进本打完全程，我从来没有当过老二。只要他妈我刘某在，老子就是第一。我战士号，我爱韦小宝，记住这五个字，老子就没有拿过第二。从他妈六十级我玩这个游戏开始到今天为止，我就没拿过第二，好吧？企业电脑，猎人电脑啊，猎人术士电脑，独狼。氪金母的蛇皮毛线跟氪金有锤子关系，我主要是兽人加24比较厉害，装备好跟氪金没关系，而且加上我的技术手法确实过于娴熟。哎，有道和盖多走啊，那个六千一是吧？兽人要毛线的封建，封建没兽人封建没有用。兽人要二十四的斧头加那个奈斧是最好的配装。二一，先有把那个应该拿走。哎呀，他不真来加加，哎呀，这个游戏氪金真没你们想的有什么用，你知道吧？而且我战少装备拿的都比较便宜，都没有什么贵的装备。我战少没怎么花，我魔兽世界这个游戏就没怎么花钱。我魔兽世界这整个游戏花的钱都没有我冒险岛一件装备多。然后魔兽世界整个游戏都没怎么花钱。这个点啊，算六点钟。进门这点算六点钟，霸王蜥、贼哥，你们两个人处理四点。这游戏打个工，街道贼、狂暴团，狂暴团是弃养。对啊，你现在你不打金团，你就打 DKP 团，你找一个工会从一开始打，你到现在你已经毕业了，你一分钱都不用花，一毛钱都不需要花。处理十二点。魔兽世界又不是要氪金的。现在打金团只是因为现在就大家普遍都是玩金团，因为 DKP 团它有太多限制了，有很多玩家他比如说他有工作或者他玩的时间少，他没有办法每周都准时出席活动，所以才选金团。远程系的那个分的那个点位的小的，你们都用单点技能去点啊，不要上去耗爆，就戳两个火球，一个火戳，然后闪现到中间，等他们去过来，该上的上，该爆的爆啊。有工程的自己丢下工炸弹啊！工程的话是有100金的补贴的。哇，魔兽这个游戏还氪金，兄弟们！哇，我真的他妈接受不了呀！这个世界上我找不出一个他妈比魔兽他妈更便宜的游戏了，想不到了，已经想不到了，就他妈这种类型的 MMORPG 这个类型的游戏，还他妈有哪个游戏比魔兽便宜？瓜皮，你把你的小队带到7点钟去。Lolo是 MOBA 呀，你把游戏种类都不一样。皮鸭子，你把你的小队带到3点钟去。好的。六队啊，六队法师和牧师跟好方块联系。真没呀、啊，真没。七队的。因为魔兽这个游戏是可以终极白嫖的。八队。一张点卡，其他任何东西都可以终极白嫖。纯白嫖，对，点卡其实也可以白嫖，也可以白嫖。这个游戏是真可以白嫖，只用他妈买水和他妈交网费。毒狼发给你们了，把那个毒狼拖在你们顺手的位置啊，把毒狼拖在顺手的位置。FF14 什么游戏没玩过？没玩过。然后星战啊，星战这边。我看一下，找一个谁来看一下队伍。这个 FF 是样板游戏吗？现在全部跑到三角来。现在如果一个真残点的玩家，二三四五对，来三角星星位置，高几个号，别过去看，别过去看景图。看点叠卡型。你们每韩建呀，出来的时候，韩建呀，不要紧，就是上面。然后现在你们互相监督一下，有人在上面不下来，都我们这有个兄弟叫韩建，每周打金团，几个号一起打。
他基本上已经不需要花钱，你知道吗？他连点卡钱都不需要花。什么问题？欧尚兰，而且还要赚我这种人的钱。你们两个人啊，欧尚兰小朋友，你们两个人。我让他帮我刷个戒指，给他两万金，他就帮我刷出来了。好吧。你知道他还在那里开多开刷那个刷钥匙，绝吗钻？来准备了啊！治疗该抹油的抹油，该吃那个鱼汤的吃鱼汤。来上吧。啊，很多玩家白嫖一分钱没花的，做点地精生意还要赚钱，更别提在游戏里花钱了。关键还是看你投入时间的问题，你知道吧？一队的人就看好戏就可以了。阿鲁珀，那个上一万仇恨的时候就开始斩路啊！说要法师丢一箱剑，取城，别刷取城的血啊！唐氏老板，不用刷他血，让他死就行了。剑三组明显要花钱呀！顶哥去找你的小队萨满，去找月亮，顶哥找月亮去。没有，我说的那个寒剑不是那个寒剑归来，我们这个寒剑是我之前逆水寒的工具人兄弟，他的名字叫做寒剑莫听奔雷，他的 ID 叫做寒剑莫听奔雷。来去吧，就是之前在我直播间出现过的马云呀。寒剑莫听奔雷，我操！把师门赶紧去世一点，十二点飞上，左半场赶紧过去。留路下阿鲁珀，来炸！我这波给他炸惨了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我要洗他了。好，可以走了。这炸的是个鸡巴，真的。在打三轮，真打。来，我们个蛋，进来进。我们个蛋，这里人太多了。收不用钱，收不用钱，自己解毒啊，外面的人。狂战流露器，狂战流露器，流露器处理小软。法师们提前就位，左半场的提前就位。解下毒，小德上满，给那个近战解下毒。有毒狼的赶紧吃。别告诉我这样就把毒狼吃完了啊！注意躲毒晕啊！注意躲毒晕，不要被毒晕毒死了。阿鲁珀接到了，注意解毒。剑爷，果果，剑爷。阿鲁珀的血。不落血，别让他倒，别让他倒，开个破釜先，进来，我们各带一袋，来上来敲，所有人上来敲，所有人敲。不要刷血了，直接敲。卡利姆多的复仇太鸡巴挖了，死我了！啥也不是，我操！为什么一直放这个技能？因为这个 boss 打他没什么用的，你要把他打冻结，然后去把他砍碎，这是个机制 boss。来，衣服先。哎，奥罗顿不开吗？
要拍要拍。哦，这是拿去打架了是吧？来，屈臣小鱼一千倒数。这衣服是真的便宜啊！战略贼飒的衣服一千。我去他妈这啥团？孤舟找到了吗？快点快点呀！我要他妈赚2500金呀，兄弟！一千二，1500。孙燕姿，你在干什么呀，孙燕姿？灵魂与你同在。小鱼两千一。限量2000。几个数好吧，打的时间不算短，也不算长，也不是很长，也不算短，打了几个数，都在自己的承受范围内的话，就赶紧出啊！到了那个点就屁了一下，来2500倒数，我的双狼共叫着呢。3、2、1，来找新教，新教。来，裴老师，你要的东西。OK。500、3000。烧死你的文竹3000。这个东西这么贵吗？啊？没人要的呀，是不是？屁。要不送他了？送你了呀，送你了。那是你的温柔3000倒数。送你了，送你了。你他妈盗贼！你他妈拿这个，你来顶我的价，拿走，宝贝。你他妈来抬我的价，拿走！你他妈的。三。喜欢抬啊。一。好，完了，我记了。喜欢抬啊！我操。那个战士那个衣服是2500是吧？对。哎，我记了啊。来啥？看一下，还有一个啥呢？看。来这里个，哦，这个头是拍过了。来腿。骚东西。哎，有个贼要跟我打，看一下装备。木法术的，对，操，还有小，我操，他妈的，猪式腰带，树头，这是腿牛，有人要没？哇，这个会玩的呀，这个腿，看一下呢，我还是他妈专门打法师的天赋，打不过他。哦，是衣服吗？哦，衣服上满都不要吗？啊？我他妈，我这个装备打这种贼不好打，我血太少了。我3400的血，血太少了。等一下，等等等等等等 ，CP CP。没套盾，没套盾，没套盾，等等等等。你什么东西啊？
先这个贼来一把吧，这个贼是会玩的，这个贼天赋装备都是对的。这个人来一把，我他妈的冰箱没拖出来，我他妈找了半天，我炸了！哎呀，我他妈裂开了，我冰箱没拖出来，他本来没了的，我操！这贼还交了两套，哎，我吐了！我技能没拖出来，你们知道吧，学友们？他本来他这把币没的，我日了！而且我那个会计键错的，我之前变羊是他妈记，我打本把这个东西改了，我他妈在那原地唤醒，我吐了。没事，再来。他自盲我一个冰箱他就没了，你们知道吗？他上把输定了，他起手被我炸出来了，我没给他先手对吧？没技能了，现在没技能。哎，来了，可以，来，你退出，可以，来，我看一下啊，菲拉洛。队长给你，可以。孤舟 vs 菲拉洛，兄弟们，孤舟 vs 菲拉洛，好吧。菲拉洛老子心里面法师内战的神。来，我讲一下 BO5 啊，BO3 BO5 三局两胜。那个菲拉洛 vs 孤舟，这边来，这边打，菲拉洛打他妈孤舟，我操，还可以，5000金啊。我们对半啊，我跟菲拉洛对半。BO5 就是5局3胜呀。你的偶像这个战士也挺厉害的。老板吃饭了。哦 ，OK， 扩在这吧而已。我跟他输赢对半呀。你要下注？我想想啊，菲拉洛一赔0.5，孤舟1.2。哎，给我干嘛？他买菲拉洛，可以2000金菲拉洛，可以2000金菲拉，500金菲拉洛 ，OK， 鬼在撵你妈，好吧，鬼在撵你妈，他的500金。
他买的是孤舟。哎，我他妈的威廉怎么会买孤舟呀？我操，我感觉我上当了呀，哥们！哎，不接受下注了，不接受下注了，不接受下注了。那个头记不清楚。他妈下孤舟一万，威廉疯了吧？谁要跟我打呀？吞噬恶魔包什么东西啊？这 IQ 太他妈骚了呀！他妈菲拉洛不是无敌的吗？呀，我的情报有误吗？哦，有没有信心？感觉你的情报出大啊！我情报出大，不是菲拉洛真的厉害，我感觉我就他妈信他啊！我他妈就信你！你妈，我们铁胆火车侠。我信菲拉洛，好吧，我还是信菲拉洛，因为真的猛。威廉在这杀 BB， 我OK， 都不带奥罗顿，好吧。几千步去了，菲亚洛应该几千步去了。那怎么说？来清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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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清场。都去这边 ，VIP 观赛区，过来，来这里观赛呀！把场地空出来。这不得到晋级不晋级才行吧？对。感觉要好一点，不然这些影响太多了，对不对？你们自己开窗。我操，两个他妈焦点男孩。谁重腿谁避空呀？我看一下。哇，他避空是有点亏啊！看装备呢，五神臂重腿，他呢？
五神秘，黑暗暴风雪，虫腿，流沙，项圈，龙王。菲奥洛装备要好一些。巨龙之处，孤舟呢？孤舟可以涂个油，好吧？孤舟可以涂个油。也玩装备 AP 少太多了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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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，不是这个。你装备吃亏，你可以涂个油。你把金去了，可以先收，先保管好吧，先帮孤舟保管一下。涂个油就涂个油，其实它就占便宜了呀，涂个油就一样了，没有区别了。一个油三十加一爆嘛，对吧？毛不可能毛的呀，这他妈现在这个服玩 PVP 的高手都在这儿，不可能的呀，不可能毛的呀，我保管一下。啊！哇，完了，反被炸弹炸到了。哇，都叫黑暗符文了，孤舟扬到了。哇，都打得好凶。直接冰箱全解，孤舟直接全解，孤舟 rush 了。孤舟 rush 了。冰箱防第一波，孤舟直接 rush， 孤舟这把打法是直接 rush， 长反，吹风，羊没骗到，还没骗到，我这个反捏的好稳，二兵了，交了，孤舟唤醒了，羊了。没养到，孤舟技能多一点，菲拉洛起手吃亏了，起手吃亏了，哇，这个反他这个反捏的好他妈稳呀，哇，第二个反捏的太稳了，他现在多一套技能，他多个技能，菲拉洛没技能了。冰反，思维加速，竞技场大师加思维加速，菲拉洛被扬了，炸弹没炸到，菲拉洛现在难了，这把难了，这把应该没了，第一把应该我们输了，水友们，太小鸡了，要 rush 了。符文，奥蛋，最后一下，又是一个奥蛋，冰剑火冲，唤醒了，
哦，孤舟这个细节好好啊，你们看到没有？刚刚在中那个寒冰剑的最后一下，然后他又那个了，他又交了个那个，他又交了一个顺吃，就是走吃。这两个法师细节都拉满了。完了，法院出去喂羊羔了，完了完了，没有冰箱的，完了。Nice， 这个兵反救场了。真的吗？太细节了。细吗？完了，菲拉诺没冰箱了，熊怪医疗包开了。第一把，我操，1-0。暴击了，最后一下暴击了，好像1-0。我操，猛啊！哇，最好要求 BO3， 肯定 BO5 呀，他妈看这他妈两个，这两个齐服 PVP 的人本来就挺厉害的，这两个 B 他妈的又是这个服他妈内战最强的，看一把就是赚呀，兄弟们，看到就是他妈赚到呀。菲拉诺他妈前段时间打内战把葡萄鹏直接打自闭了，那天把刘老师都，这两个 B 很猛的，来上开点呀。都散开点，你妈素质观战呀，你妈都他妈上场了，都他妈上场了吗？跑掉了，孤舟完了，菲拉又被反到了。哇，这个距离卡的是真他妈的好呀，孤舟，周周，喂，操，这一波，看懂了吗？喂，这波两个人想法一模一样。哇操，这个冰反看到没有，他都还明显知道孤舟要开冰反了，熊怪医疗包开了，哇，他没有吃到符文，没破到羊，这波
完了，这羊要被反吗？没被反。哇，这波进攻被孤舟化解了，现在孤舟蓝量占优势了，这波没有 rush 下来。完了呀，没货了，飞鸭落。完了呀，被孤舟弄，这波要被孤舟恶心到了。完了完了，还中刺骨了，没蓝了。我操！打2-0。我操他妈的，孤舟永远的神。我操，好猛呀。你妈散开呀，散开呀，散开呀，你妈文明观赛呀，你们都他妈骑到别人脸上去了，我真是捏妈喂。哎，你妈文明观赛呀，我真是捏妈喂。他妈的把他妈选手都他妈包围住了，这他妈搞六六呀。Nice， 哇，完了，这把被骗了，菲拉洛被骗了，完了完了，要炸了，这把炸了，完了，这把被孤舟完美开局了。完了，孤舟这波完美开局，要被放死了。还好还好，化解了化解了，冰箱了。双冰箱 rush 了，好，孤舟没蓝到 rush 死了。没有没有，扛住了扛住了，这波扛住了。
这两个币吸不吸，朱哥？啊，都是他妈内战之管感觉。这波孤舟应该走了。符文，小鸡。孤舟应该死了。孤舟输了，孤舟出界了。2-1，2-1，孤舟出界了，2-1。不，不大风，别看了，学不会的。散开点的嘛，我们文明观赛嘛，散开点，都散开点啊！我这人捏帽喂，哎呀，给我金干嘛？我妈的，我不要。OK， 让他妈逼，让这个人去开，让威廉，威廉去开。你开个战争游戏，我不哎，现在不能不接受下注了呀，不接受下注。哦，那个是我的工资，我操，那个是我打本的工资。嘿，哎，不要，哎，哥们人呢？谢谢哥，谢谢哥，谢谢哥，谢谢哥。我组你们。啊。其实开战争游戏，我觉得不如到经济股上，因为看的人太多，能看到的。那去经济股吧。要不去经济股？要不去经济股吧？去经济股，去经济股。战争游戏还是经济股呀？经济股竞技场也不错呀。怎么说？去经济股吧，经济股，经济股，走走，经济股，经济股，经济股。哦，经济股不行，有人捣乱，谁他妈捣乱，喷死他！谁捣乱我们他妈喷死他呀，他妈看法神 PK 他不香吗？去经济股，经济股 go go 经济股，这个逼孙燕姿都可以，我的选手随意，他他妈已经是个经纪人的身份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已经把自己带入成一个经纪人的身份了，太离谱了兄弟。哇，我的选手随意， 他完全就是一个经纪人的模样了。那行，那队长给你，你来弄。那队长给你，队长给你，你开战争游戏。
那去雷霆吧，去雷霆吧。清那个，清菲拉洛的。去雷霆吧，去雷霆，我开门，我开门。啊，那就雷霆牙剑吧。雷霆牙有什么地方吗？我不知道，但他说雷霆牙可以，那就去雷霆吧。没有没有没有开始副本，没有开始副本，他妈的，看他们法神 PK。雷霆牙那些人过不来，那些观战的人过不来，就直接看他们在下面打就行了。菲亚洛已经下去了，我也下去了。看两个法师 PK 啊，我们他妈经纪人在观战呀。嗯，雷霆牙这边就是场地大嘛，就下面全是平原嘛。菲拉洛在哪儿吗？这里。好，哦，好了啊，这下他妈的舒服了，这下就舒服了呀。好了，看他们开打了。哎，我们都在这个山坡上，别下去嘛，都在这个山坡上。过来，你他妈的过来，我真捏的帽子，都过来，都过来，都在山坡上。别下去了，我们都在这个山坡上，都在山坡上，别下去了。哦，孤舟是打得好呀，这波。
难怪医疗包开了。我操，出界了，炸了！3-1 ，Good game！ 我只你妈的！先把本钱还了，先把本钱还了，快点他妈来交费了呀！你妈金不够，去上号，快点！好了，来42斤。我知道，给我42。呀，给我2500吗？可以，输赢对半，好吧？他妈的，输了，输2500。然后等一下，威廉给威廉结账，好吧？孙燕姿赢5000，威廉结账是结1赔1.2，对吧？1赔1.2的话，就是结他1040斤，对吧？1040斤，对，1040斤，哦，1100斤，他妈的！下次再战，可以，下次再战。你妈下次再战，哇，他下次再战，他妈还是挺细的。哇，居然他妈菲拉洛输了，他妈的，我他妈裂开了。呀，牛逼啊，周周，妈点操你威廉。下集去了，哎，好烦，他妈的打工白打工了，安琪拉的工资他妈的都不够，我裂开了。